变得防御力一样。可轮代抽。好的，聊天室们，现在呢开始代抽的欧洲航班，帮一个干妈抽他想要的头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很简单哦，就是抽到这个主一或是主二。哦，难的哦，靠呗，干爹啊！最近那个干妈比较多嘛，可能台怎么可能有女的嘛？我相信可能代抽，远近驰名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内心有那么小小的这个冲动哦，欢迎让可能代抽啊，你要50再加码。跟你讲啊，不用啊，没几抽就有了，没几抽就有了。我现在来到的是我抽尾法圣地，那也是玛雅的家啊。这个地方让我出过很多的奇迹啊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对于脸型似乎是对不友善，对。Hello， 我想再次感谢大家。几天前呢，肯伦的频道已经获得了2900订阅的支持，而这次呢，只要达到5000订阅，我们就会抽出一台 PS4 的主机。如果还没加入肯伦 YT， 可以考虑订阅起来哦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准备开抽喽 ，Let's go！ 哎，这个头先看有没有存，不过这个头是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，肯定也没有想要抽这个存的冲动吧。现在还是问一下好了，请问要存吗？这是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，我知道啊，不用存吗？不用存吗？啊，还是我好，开抽，各位，第一个头，这个也是个最后一排的吧？来，我们第二抽，哇，这个是这个轮回系列，来第三抽。哎，这个是主事合同发型，有兴趣吗？我相信是100%是没兴趣的、啊。合同怎么样？主事哦，离主一、主二、主三只差1、2、3而已哦。怎么样？想要吗？想要吗？不要我就洗掉啊。好 ，Let's go。好，这个双变头，哎。啊，轮回头，我们目前五抽有一种压力在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瓦雷利造型啊，没怎样啊，没怎样，很普通的头。哎、欸，这个超长波浪，其实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、欸。哎，这个超长波浪感觉不错，但只是感觉，它依旧是那个普通的头。对，波浪应该没有吧？这好看要留吗？就问一下，至少有一颗不错的头，怎么样？要留咪？我先看有没有，你有没有位置啊？有的话就帮你存一下好了。丑是不是？好，都喊丑了，还帮你留，我就不是人。哎，这个宝贝少女，哎，各位又开始轮回起来了。哇，我们绕了一圈呢，九抽绕了一圈回来，还是这个头。哇啊！我们十抽抽完了，聊天室。我们刚刚说什么？我们是非洲航班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非洲，我们要来转搭欧洲直航的航班。Let's go， 宝贝少女，超长波浪造型，呀，开始轮起来了，各位轮起来了，欧洲航班轮起来了，合同是超强防守。就像是个方块里面的防御力一样，可轮代抽，欧洲航班啊，抱歉了各位，欧洲航班，哈哈，几抽啊？15抽，咱们抽到了上学发型。各位抱歉，我说了，这个玛雅8S 弓箭手村绝对是抽头发的圣地。啊、当然仅限于这个普利特啦，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。好啦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啦，先帮你存一下好了。嗯，装备栏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抽完啦。就说吧，我这个通往欧洲的航班什么时候有坠机过了？
噔噔，帮你存了 ，OK， 应该没有要了吧？你该不还要主一吧？再确定一次，没问题 ，OK，OK，Let's go。好，瓦雷利发型，这个问号发型，这个轮回发型。又是瓦雷利发型，又他们这两个来来回回，就好像在告诉我我跳进去，我跳进来一样，这发型方唐镜哦，这个双短，这个轮回啊，呵呵。方唐镜的，方唐镜的，笑死！精灵游侠主三要不要蠢？主三怎么样？虽然好像蛮丑的，那问一下好了，精灵游侠要吗？留着吗？还是你不要？咱们目前这个23抽，抽了一个主二，一个主三啊。好，帮你删一颗轮回头。就你了啦，滚，滚蛋，滚蛋。好，我们存了精灵游侠的发型。好，现在主二主三都来了，那接下来就是主一啦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不抽个主一呢？对不对？我以为我在做效果，做成功，然后讲完了的瞬间就抽到了，有没有？这个美法圣地。等我一下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等等来看你的问题，好吧？咱们30抽抽完了，30抽抽完，一组一，一组二，一组二，一组三啊，这个瓦雷利也是疯狂来这个随风飘逸也是来不用钱的哦，这个双短法也是很嚣张哦。森林系造型很仙气哦，很仙气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仙气，仙气满满，如何？这个肯定是不要的吧？我们继续，我只是问问而已。来，通常留着就来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主四来了三次，很好，各位，森林系再来一次，好。各位，我觉得欧洲航班不演了，一二三好简单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好简单，我目前二三，一二三好简单啊，刚刚说完而已，没什么好说的啦，梁氏，我说了什么？可能代抽直达欧洲啊，这句话远近驰名，只有体验过的人才知道。可能这个人呢，把自己的欧气都送给了观众们了，而自己获得了非洲大赛的冠军。干，好了，我们这个短短的总结一下，这个41抽，我们抽到的主一、主二、主三都到手了，非常漂亮。好，是不是该抖内一下了？各位，可能这么欧洲，帮你们欧洲飞自己，永远只做效果，为了各位而努力的，你们要让自己的实况组连饭都没得吃吗？Oh my god！ 你还剩9张，留到下次抽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一二三，干！我的疯妈在哪里啊？你老天！好，还你啦！啊，大家如果觉得不错，记得这个追随订阅起来好不好？这个实况组可能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，满满的效果，对，满满的这个精神啊！